闪亮了霓虹灯，照亮我们的脸庞。我感觉今天在场的兄弟全都是色狼，跟随性感的舞步，你们全都非常酷。这种音乐可以嗨到让你家母猪上树。我的声音就是这么性感，这么牛逼。如果参加中国好声音，我绝对拿第一。我觉得那舞台太小，有点不太适合我。希望我的声音能够传到世界联合国。这个世界让我觉得真的真的很奇妙，因为有种音乐可以让你欢呼和尖叫。就是这种旋律，就是这种状态，小宝贝让你享受来最牛逼的喊麦。我说蹦蹦哒，你说蹦哒蹦哒，我说蹦蹦哒，你说蹦哒蹦哒。来吧，今天在场的朋友，来举起你们的双手，跟随我的音乐节奏，烦恼都在走。这是 MC 的舞台，让音乐响起来，不要有任何的杂念在你脑里徘徊。放下工作的压力，让我们一起继续，把平常的烦恼和痛苦全他妈的忘记。我们就是要嗨，要爽就是要上进。我们电话不接，信息不会传播本一话。来吧，我的小宝贝，跟上我的节奏，跟随有喊的感觉，让我们一起来大声说。我说蹦蹦哒，你说蹦哒蹦哒，你说蹦蹦哒，我说蹦哒蹦哒。来吧，现场所有朋友，让我们一起走，跟随我的音乐，我们一起来。会喜欢吗？Come on, let's go！ 嗨起来！双手，做好你的准备，说双手跟我动起来。